我叫李兆玄，我们的筹备赛是今年9月14号早上8点半在 JCG 举办，说话我们只有16个人，照理说人越多越好，所以我希望剩下的2个礼拜的过去可以到我们的人数，希望会有大概30几个人，30几个人差不多有16队，所以说我们打算做些锦标，头几名都可以拿到trophy 跟锦标。Actually 我刚刚想起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一名是冠军，第二名是亚军，第三名是什么？那第四名呢？对，你刚才想这个问题，所以说希望你们有朋友可以介绍我们9月14号筹办比赛，论队赛。